可可，怎么样？开几杯啊？二宝是家里面最喜欢大自然的，他一直期盼着能够下去堆雪人，现在终于可以了。真的是很努力啊，他前面在滚这个雪球，滚着滚着呢，雪球滚下来了，然后又散了，他就在那里很努力的去修，看到我还蛮心疼的，一个人在里下面玩，现在呢几个哥哥啊，大宝和三宝下去帮他了，然后三宝也开始滚雪球了，二宝做了一个雪人，看着吧，哦，他把围巾都给雪人戴了，还给他戴了一顶帽子，我要给他送根围巾下去。侬蹲辣搿搭可以了，好伐？结棍伐？侬看到了伐 ？Snowman 看到了伐？看到了伐 ？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？ 哎呦哎呦，侬看帽子啥物事戴好了。我给了他一根胡萝卜做鼻子，啊，我去再拨伊拿了根浴巾，应该勿冷。你们家里有女儿吧？啊，二宝现在排队，有人抢着要，这么暖。一个小帮手，哎，四个人一起干活，一人造一个。哎呀，三宝还在滚雪球，他有的时候会沮丧，因为自己滚不好。Freya made a little one。哎呦，个死宝宝，手套没寻不着，要去帮伊拉买手套了。现在戴个假假的，还是五只手指头折了外头，还好就讲伊手指头短。哟，伊也弄了只球嘛。哟，可是要当中了。他们现在开始打雪仗了，四宝宝也是滚个球，然后朝他们的身上砸去。哎呦喂！四宝做了一个小黄鸭，打回来，打回来帮我看。现在，哦，小黄鸭呢？小白鸭。哦，侬要跟小黄鸭一道拍照片啊？好，来来来，一道拍照片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每天早上玩好雪，我都会给他们冲一点热可可，这里叫 Kids Coffee。哥，侬现在寻侬阿子，阿子养脱嘞。伊讲我阿子在阿里的，阿子 Where's my dog？ Dog 养脱嘞，养脱嘞。我是 Dog Peter。侬看呀，养脱了呀，没嘞，变成一滩水嘞，看到吗？哦，养它了，晓得吧？duck mom， 没叫阿拉再做，好吧，好吧，再做。买了花哦，然后婆婆把它给插起来了，嗲。哎呀，这个婆婆还是很有艺术的，她平时自己也会很会搞这个花。Pretty。哦，这个雪花越来越大了。拍出来的好明显啊！今天我彻底甩手，因为呢，他们准备感恩节大餐，但是呢，这一餐准备了好久好久好久，我肚子好饿，而且我们的炊具有限，这个蒸锅里面在蒸土豆，烤箱里面在烤红薯。这里呢有南瓜，等一下做南瓜派，南瓜籽也没有放过嘛，想干嘛？这个感恩节主角火鸡啊，孤零零的在外面。公公说外面就是冰箱，东西都可以往外面放。我等的花儿也谢了，哎呦，可可已经等不久了，看到吧，太特了。所以今天没有感恩餐，你们也和我一起等。他们烧菜，我还是去跳舞吧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
Thank you.